盾山他没有闪现的，看这位置要爆谁了，被晕到，血量很低，虽然爆到一下，但是直接朝里蹲了一个花木兰出来，中箭一切，这是一波完美的蹲伏。关羽进场，最后拍马赶到，一直要转一下，开启大招，想再顶，但这个这时候跑出一边打断，往后后撤，撤退失败。这波团战是目前以来爆发规模最大的一波，大波团战了。老帅的貂蝉四连超凡四杀，明刀，再追过来，二技能 CD。